未來撞船嘅事有新嘅發展啊！啊，網上突然之間流傳當日敏俊二號同日方艦隻相撞嘅片段，日本首相菅直人就下令要徹查事件。呢啲原本係保密嘅片段，點解突然之間會外泄？而中國外交部就表明，片段係唔能夠掩蓋日方行為嘅非法性。有分析認為，事件可能影響到中日兩國領袖下個禮拜對話機會。咁先睇下撞船嘅片段。網上流傳的片段可以看到，日本海上保安廳巡邏船與那國號攔截中國漁船敏俊二號的情況，清楚見到與那國號轉彎攔截敏俊二號嗰陣喺海面激起的白浪，冇幾耐敏俊二號就撞向與那國號的船尾。之後敏俊二號鳴笛駛走，又一度在附近海域逗留。部分片段就拍到敏俊二號靠近日本巡邏船嗰陣，日方多次發出普通話錄音廣播，指漁船進入了日本海域範圍。貴船現在做的行為是在日本領海內不存的。另一段片見到敏俊二號同日本另一艘巡邏船水城號越嚟越接近，之後相撞。水城號的船尾冒出大量黑煙，背景聽到不停有警報聲，亦都有日本船員說對方撞了我們的船，並且大叫停船。再看一次，撞船之前敏俊二號的位置靠近水城號的船尾，不過水城號並沒有剎停而是轉向，而敏俊二號亦都沒有明顯減速。有日本傳媒報道，當時巡邏船有意攔截中方的漁船，最終導致相撞。另外一段片就從另一個角度拍攝到相撞的情況，相信是由另一艘日方船隻上的人拍攝。中日撞船事件在9月7日發生，日方一度扣留中國漁船船長詹其雄和14個船員，日本政府聲稱拍攝到當日撞船的片段，不過一直拒絕對外公開，到今個星期才被部分國會議員去看。無線電視記者鄭月朗報導。喺次曝光的撞船片段比日本政府早幾日俾國會議員睇嘅撞船錄影片段係仲要長噶。嗱，日方個講法就係話，當其時敏俊二號就向住日本嘅巡邏船與那國號方面駛去，咁結果咧就係撞向咧就係嗱與那國號嗰方面嘅左邊嘅船尾噶。大概咧就喺40分鐘之後，敏俊二號向住另一隻日本嘅巡邏船水城號嘅方向行駛。嗱，咁見到水城號咧就係立即向敏俊二號發出一個警報，叫佢停低。咁但係最終兩隻船咧都係相撞噶。日本政府嘅堅持係敏俊二號故意撞向日本嘅巡邏船。咁我哋同航海專家傾過，咁佢認為碰撞嘅起因可能係同日方嘅巡邏船方向轉向啊，咁啊攔截中國漁船有關係噶。中日船隻邊個撞邊個，點樣撞，點解撞，成為外界焦點。做過多年船長，依家喺海事訓練學院教書嘅楊佩強認為，關鍵係日方巡邏船與那國號嘅航行路線。知道嘅真相咧，就因為有條水痕，佢明明喺個漁船嘅右手邊，超越咗人哋，跟住咧就扭左軚咧。兜咗喺人哋個漁船個前面過，其實全部都係危險動作嚟嘅。咁嗰只漁船可能根本就係話佢都收制不及，再加埋當其時個海面咧，其實都有我諗都有一米浪。佢再模擬一次可能嘅撞船經過，距離咧係攔佢頭殼，咁跟住之後咧可能係停船。嗰只漁船係有心撞你，我諗都幾難啦，冇理由一隻快船會俾只慢船。他要避開，他有足夠時間同埋可以絕對做得到嘅。他又質疑日本巡邏船水城號同中國漁船碰撞後無視漁船安全。
日方嘅艦艇咧，我睇佢咧就擺太向右，一個神龍擺尾，而且係加速嘅，睇到嗰啲煙咧係喺佢個煙通係噴咗大量出嚟嘅，好多喺個日方嘅艦艇船尾引起嗰啲有啲浪啊，同埋啲水咧就湧上只漁船嘅。如果佢排水唔好嘅話咧，其實只漁船有機會沉沒嘅。他認為日方船員的駕駛態度符合國際慣例。無線電視記者方東昇報導。日本首相菅直人下令徹查撞船片段外泄，日本最高檢察廳和海上保安廳都不排除內部有人洩漏。而在北京，外交部就說日方的行為非法，所謂的撞船片段不能夠改變事實的真相。日本海上保安厅召开紧急会议，商讨网上流传中日撞船片段一事。保安厅话，撞船当日嘅片段由冲绳石垣海上保安部同那霸地方检察厅分别保管，其中喺石垣嘅片段要经过许可先至可以攞出嚟，而传送到东京下关海上保安厅嘅部分片段已经删除。日方怀疑系内部有人泄漏片段，已经展开调查。日本首相菅直人下令查明事件，并且要求做好保密工作。日本外国官房长官司谷有人说，中方已经透过外交途径向日方查问片段的真伪，当局查清事实之后会向中方作出应有说明。他说希望今次事件不会影响下星期横滨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国家主席胡锦涛和菅直人的会面。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洪磊重申，日方在中国钓鱼台海域对中方渔船进行干扰、驱赶、拦截、围捕，导致碰撞发生。日方这些行为本身就是非法，而所谓撞船片段不能够改变事实真相，不能够掩盖日方行为的非法性。另一方面，外交部副部长崔天海说，撞船事件一对语错已经清楚。如果日本方面真有诚意要克服当前中日关系面临的困难，要继续推进中日战略互惠关系，那么就应该尽最大的努力来防止各种干扰出现。网上流传最少六段撞船片段，总长40多分钟，都是上载到分享网站 YouTube。 日本传媒报道，上载片段的用户户口名叫做 Sengoku38， 注册资料显示用户25岁，身处日本，在星期四注册开户，当日下午就上载撞船片段。不过用户已经删除自己的户口， YouTube 所属的 Google 就说有需要的话会配合当局的调查。无线电视记者韦达报道。收回香港看看